教练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十场三班千四西洋会挑战杯大热门，暂时啊显示九号码31蚊。好啦，一开闸平排出闸啊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埋边位置行线即幅快，外边英才望空咗跟前啲啦，咁啊中间仲系逢来先至啦，劲家辉啦，咁啊最出仲系黄衫嘅平天下，守翻住内栏第五咧就行线即幅，出边含睡密码，再后边有车神啦，勇敢复星啦，中档位置仲有肇庆威威啊，再喺外边咧先见到有总统至上啦，后多少个马匹咧先见到军功啊，金枝叻将暂时包尾就首饰孖宝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呢个800米段处啦，平天下放逢来先至跟住第二位，英才跟翻顺啲啦，可以拖到啦，第三、第四位嘅马咧有含睡密码内栏，第五咧仲有呢只劲家辉啊，再后边嘅马内栏枣红色衫嗰只行线积福啊，外边咧白帽仔嗰只系车神嚟噶，再有多少个马匹啦，外边就齐欢笑，后啲有肇庆威威啦，粉红衫外当见噶啦，就系总统至上嗰啲马，好你入直路啦，平天下抛离咗三个身位入嚟啊，逢来先至第二位，紫色眼罩第三位有呢只英才噶啦，再等内栏嗰边仲有行线积福，中档位置追紧有齐欢笑啊，再有多少先见到车神啦，最出就系总统至上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平天下走甩咗咧个几身位，中间含睡密码英才追紧，再内栏嗰边咧仲系行线积福，外边位置就系车神，最后50米啦，平天下放咧到唔到啊，中间顺利有行线积福过咗啲平天下同埋行线积福一齐到啊，第三名咧有英才同埋含睡密码咧亦都跑得接近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摆咗喺前面走咧，就系呢只平天下逢来先知啊散啦。第二名咧行线积福一路扑紧上嚟，第三咧有含睡密码英才咧就跑得接近噶。平天下好嘢啊！轻磅一放到底，行线积福跑翻个第二，含睡密码就第三，英才就跑第四嘅。犀利啊！见到呢平天下同试习一样啦，死都要怼喺前面啊！今日头嗰两段啊，真系诶有啲快喎，但系转弯嗰段佢又好嘢喎吓，俾佢可以 hold 翻个靓啲嘅时间，笑住嚟赢啊！好开心，跑第二名九号行线积福，位置派13蚊；跑第三名嘅六号含税密码，位置派49蚊；连赢位九搭十三派789蚊；三龙彩13号、9号、6号派21265蚊；单贴派3035蚊；位置 Q 九搭十三派205.5个半；六搭十三派727蚊；六搭九派113蚊。跑第四名嘅7号嘅英才，含税密码今日都仲系片嘅，直路嘅时候想挨落英才度咯，跟住阿田泰安即刻打右手边，跟住佢就飞出去噶啦。呢个真系改唔到嘅习惯嚟。不过好彩佢片下都仲上嚟啊，片翻个第三翻嚟。黄浩南又起马啦，唔系又第一次起马啦。系啊，四连环派2103蚊。凭住佢个减十磅优势啊，今日赢咗两只真系超轻磅啊嘛，一只104磅嘅欢欣满载啦，一只就108磅嘅平天下。四重彩系派80771蚊，咁啊试咗货好好嘅大闸啦，无私而系谷草嗰房，咁喺前边咧越走越开心嘅，走啊走啊，好似今日咁出到嚟都系立心要摆前边嘅，你见到啊黄浩南死骑烂嘅。梗系要摆前面啦，系啊，根本都拉唔到嘅呢啲马。咁佢前面越走越开心，仲好。其实充分利用翻本身十磅嘅优势咯，呢啲系。系啊。即系早排嘅成日都唔放嘅。系咯，咁即系成日都内栏好位又唔走啊，咁从乜嘅？今日就好好多啦。都要啲时间俾佢适应嘅，咁似乎呢位见习生都开始领略到呢一个十磅嘅优势喺边度。哇！今日威哥呢，系嘛？辉哥呢口骂真系平民百姓平天下啊！真系唔平嘅，大佬咁样搞法，成一成落去啊！又一冷门咩威德将军有披，标志性热门啊，反而摆第三，劲新鲜，洛非大热门又冇，今日就好分噶辉哥啲马。行线积福啊，亦都系跟住今日阿文佳良嘅势头啦，好似成日都二二三三咁样样咁啊，呢只又跑嚟二三个第二啊，今日阿文佳良呢场系杯赛嚟嘅，西洋会杯，开斋捧杯啊！阿马又开斋。豪南哥啊，捧杯。
临尾一浸都六架仔飞嚟噶，变咗42倍。系啊，六十倍就抵玩得滞咯。咁跟住，所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，轻磅喺前面走啊，咁都有啲机会啊，咁就开始落下啲飞咯，正常翻啲。唔好乱啊！见到阿浩南哥四日戴唔戴顶帽咧？唔使啦，凤杯唔使戴帽啊。潘顿继续又系得个位置啫。今日都好肯搏噶啦。系啊，同埋佢好多只都系内栏嗰度偷位上嚟嘅，而偷得到，结果系争一步啊，争两步啊咁样。好啦，睇下颁奖啦。西洋会挑战杯，结果系爆大冷呢只平天下攞到。另一位马主，另一位马主。今日三项嘅杯赛都几好分。嗯。极速啊，十几倍啦，帝国骄雄差十几倍啦，呢只亦都40多倍。嗯，三场杯赛全部爆，嗰只就难拣啲咯，嗰只帝国骄雄，嗰只拣唔到啦。极速比较拣咗俾大家啦。嚟影翻幅相先，第一次捧杯啊，捧多几次就知点做噶啦。睇下长头影片啦，起步终于见到都好积极啊，同马马奔腾一样啦，死骑噶啦，开边啊，咁啊有理冇理都放咗出嚟先。其实冯雷先至都快噶啦，英才今日起步好爽啊，咁啊结果就跟住两只快马埋咗去先啦。第二针啊马，你见到就系嗰只劲加辉入边就行线即福，开面含睡密码就灰马啦。最后一针咧，开边就齐欢笑啊。直路用一用就冇咗咯，跟住隔篱就嗰只车神嚟嘅，后啲系肇庆威威、铁兰勇敢、福星开面、总统至上，咁啊尾三咧就系嗰只金丝叻将，尾二啊就系嗰只军功嚟噶，包咗落尾首星马步。总统至上咧走起上嚟都仲系比较即系容易啲抢口啲啊，始终系开面啊，你入边包到含晒，唔俾佢走可能会好啲嘅，赢嗰两场都系咁。热门嗰对就车神英才都系差多少啊？其实车神真系。冇乜理由喎、啊，呢、這个位其实已经好靓噶啦。系佢呢度咧好得意嘅，佢俾嗰只齐欢笑冚咗咯，以为佢冇咯。啊，临尾佢打翻上嚟嘅、啊，你睇下一阵。但佢又唔系话好劲。系，睇下系咪需要增程啦。一打有少少挨入去，呢度都仲未望空啦，有啲轮进啦，换边又。行线积福喺入边度偷，结果等咗一轮先上咗嚟嘅。如果睇横镜会更加清楚嘅。嗯。佢扑翻近啲含税密码同埋英才嘅。军功都可以跑翻掉啊！最出边啊，福榜完毕啦，派彩作实，位置 Q 九搭十三派205.5，六搭十三派727元，六搭九派113元。四爷万派2103元。四重彩系派80,771元。